和在海底捞搭上第三个光华师了。你冷吗？我不冷。真的吗？还好，有一点吧。你猜我今天几点起的？跟说的差不多吧。我五点起的。为啥？因为要和你约会，太激动了。你要喝什么？我要喝护你。你听懂了吗？呀，谢谢 James 请客。你咋不看我？害羞。害羞。在这儿呢。啊，这个秀哥，你看看这个秀哥，真可爱，和你一样。帮我选一个白色的。也不搭，这白色真好看，谁选的？你感觉白色、红色还有这个哪个好看？这个好看。嗯，但白色也好看。你俩啥关系呢？第一次面接。第一次面接，这个淡淡的，淡淡的。我们第二次。哈哈哈。Thank you. Have a good day. 送给你。哦，这个看多高级啊！早知道买这个了。第几次收到花呀？啊？第几次收到花？第一次，紧张，真的吗？我也第一次送男生花。OK， 可以吗？也不哟。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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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欧巴，你咋转头了？你不是拍了吗？我叫欧巴，你知道欧巴啥意思吗？知道。就那夸你的评论你看了吗？看了。看了，他们夸你啥呀？我长得像女的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作为女生的第一步啊，就是要有个包。你背一下，真好看。这是回调啊。我可以跟你一起上课，我要蹭课，可以吗？你进得来吗？门口保安要刷卡。那你能把我装在心里然后带进去吗？别害怕炙热的路能陪着我看我